下看。果真如同刚刚客户自己测试的，他说有点让他会害怕，因为太强了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昨天刚改了一台 CB 天啊，因为是新手，所以呢我并没有帮他打开这个功能。那今天很明显的跟这台呢有打开的 CB 天啊来讲，他真的是差蛮多的。这个只是打开10%而已哦，啊，所以说你如果说你骑 CB 1000R 你不会害怕的，来试试看，裤底会一包啊，老是会按错。这个有抓不住的感觉，太猛了！哦，太猛太猛太猛！啊，因为它的后避震可能不太适合我，所以我骑起来会有点点飘啊，有点害怕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 CB 1000R 的电子油门放大器的体验到这边结束，太赞了，拜拜。